你看这题目，设已知 AB 这两个集合，试问 A 与 B 的积集合 A 乘以 B 的元素个数是多少？那么这里我们 A 集合的元素个数，这等于这是1到 6， 所以有6个。那么 B 集合的元素个数，这是3到 7， 那么这7减3再加1，这等于五个，所以呢，这 n a 与 b 的积集合，这等于这是 n a 去乘以 n b， 所以呢，答案是六乘以五，这是三十个元素。这个答案